吵了两句嘴，那怎么又离婚了？那是吵了两句嘴吗？啊，你今天说我像小猪一样能吃，昨天又说我这体重都快赶超隔壁村那个300斤的村花了，前天又说我这个体重都快超过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有你这样埋汰人的吗？哎呀，我那是开玩笑的。我不就多吃了两碗饭吗？啊，男人的心真是说变就变，以前还说我是你的小宝贝，能吃是福，可是现在呢，啊，变了。你只是多吃了两碗饭，你明明以前一顿只吃一个肘子、五个猪蹄啊、两碗大米饭，但是你现在竟然一顿吃两个大肘子，你也变了。我这心都被你伤得碎一地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日子跟你一天也过不下去了，哼，我要走了。那你要走了，你这辈子也别回来了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下不去了。那你走。哼。高兴呀、啊，干啥去啊？哎呀，旅游去。是我说呀，大强，你这出去旅游，你老公不管你呀、啊？切，我老公他能管得住我呀？哎，等我这次旅游回来呀、啊，我就要跟他离婚。哎，对了，以后有什么，唱歌啊、喝酒啊、什么约会啊、什么什么，反正那些什么，叫我啊，记得叫我。不是我说呀、啊，大强，你俩就过得好好的，离什么婚呀？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这感情都没了，反正这次旅游回来我一定跟他离。那你俩离婚了孩子咋办呀？归他呀，我一个人，哎呀，想干啥干啥，想去哪去哪，多好。大强，那我求你个事儿呗。啥事啊？你说。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没成家，我爸我妈说了，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陪嫁一辆车、一套房，还有100万的存款。妈呀，该说不说，你爸妈对你挺好的呀，谁要是娶了你那可有福了。那你帮帮我呗。帮你？我咋帮你啊？你赶紧和安宇离婚，我要嫁给他。啥呀？你要嫁给他？对呀，大乔，我不在乎安宇是头婚还是二婚，你放心，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我肯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另外啊，我还要给他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。哎呀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成全你，你想得美。哎呀，你就成全我俩吧。阿宇，我不跟你离了。真是的，放着好好的你。